林淑芬委员这么好的天生的练武奇才，为什么不去报名巴黎奥运呢？林淑芬委员一拳挥出了台湾拳击的未来。你看，麦玉珍委员也不过是被他推挤，被他打了一拳，反击之后，马上立刻不加思索，用0.00001秒的时间，一拳直接朝人家的脸上打过去。现在麦玉珍委员脸非常的红肿，刚刚看到他不仅在哭，而且在冰敷。像林淑芬委员这么好的天生的练武奇才，为什么不去报名巴黎奥运呢？从小如果参加了拳击产业，台湾现在的拳击简直就可以迈入世界顶尖啊。我觉得推挤我们都可以谅解，对啊，可是他今天用这个右拳头打他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。